今天十四时零七分，嫦娥六号返回器准确着陆于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域，工作正常，标志着探月工程嫦娥六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。我国实现了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。返回器脱减速伞、主伞展开。 十三时五十七分左右，嫦娥六号返回器在降至距地面约十公里高度时，打开降落伞，完成最后减速并保持姿态稳定，随后准确在预定区域平稳着陆。作为中国迄今为止最复杂的探月任务，嫦娥六号实施人类首次月背采样返回，工程创新多、风险高、难度大，突破了月球逆行轨道设计与控制技术。 并在鹊桥二号中继星的支持下，完成月背智能快速采样、月背起飞上升等关键技术节点，确实是一次新的跨越。月球背面的样品呢，世界上还没有别人拿到过，所以啊，科学家们对此有非常高的期待。我们后续还想做一些拓展性的实验，使我们这次探测任务完成的更丰满，价值更高。能去背面，能从月面起飞上升，能够快速的交会对接，能够返回，这对我们今后无论是 有人还是无人的各项任务都有很大的帮助。按计划，回收后的嫦娥六号返回器在完成必要的地面处理工作后，将空运至北京开仓，取出样品容器及搭载物。国家航天局将择机举行交接仪式，正式向中国科学院移交月球样品，后续开展样品储存、分析和研究相关工作。